黄帝内经有一句名言，治病必求于本。本指根本，根本就是阴阳。中医并不是单纯治病的医学，而主要是治人的医学。治人而病自治，正是它的神妙之处。这个在治疗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啊，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阴阳啊。由于阴阳呢，可以概括这疾病的本质啊，所以这个诊断是阴阳为纲，那么治疗呢也应当以阴阳为纲啊。那么治疗的就是最本源的、最本质的一种病变。《内经》的《素问》呢，《治真要大论》也讲啊。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值得注意的是，生之本本于阴阳，生命之本在于阴阳。治病求本，求的是人体生命的阴阳，而不是疾病的本源。《黄帝内经》认为，人为本，病为标，治病必求于本，即人之本。只有从人的生命这个根本出发，才可以实治。对立双方的存在，才能存在这个事物，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理念。那么在生命科学的，所以就我说的，在生命科学当中，如果说一个人体没有对立的双方，也就出现很多问题。人得有兴奋，同时得有意志啊，没有兴奋不谈意志，说广兴奋咱甭说多，有时间不睡觉大概这人也不行了，广意志让他睡时间大概也要问出问题。所以他是认为世界万物只要在一个整体当中应该存在着对立的双方，而所以中医的一种思维模式就要考虑看病，认知疾病就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它。他要求什么？要考虑这方的多少，还要考虑对方的多少，希望他达到一个协调。举个简单例子，睡眠，失眠是晚上睡不好觉，那就需要抑制，那不让他进。但是吃了抑制药以后，他白天再迷糊的话，他晚上更睡不好觉。那就是说你抑制过多了以后怎么样，它失调了，它就变成了兴奋时候兴奋不起来，抑制自然就抑制不好，它人体就是这个对应的。所以呢，那么中医看病就这样，中医有些方既要考虑你的阴的一面，又要考虑你的阳的一面，它要求对人体的治疗是协调统一，调和整合，而不是增减。所以中医的治疗整体思维上是一种什么学说，所以叫以平为期。他这个学说的奠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辩证思维模式，而这种辩证的思维模式恰恰是有它很深刻的科学内涵的。刘炳凡先生指出，黄帝内经的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就是平衡，这是中医的治疗总则。它实际上包含了生物、心理、社会与自然因素，特别是内外部环境协调的整体观和治病必须治人，旨在达到阴阳平衡的辩证法。一人叫石颂义，夏季末患感冒，耳聋口苦胸闷，晚上发热更厉害些，不断吐痰，觉得咽喉阻塞，大便稀，小便发红。
请了许多医生，也吃了不少药，病情却日渐加重。这样拖了一个多月，才请王梦英医生。王医生诊后说，这是暑热停留在肺，一剂白虎汤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何拖到今天？接着开出药方，食父见方子以石膏为主，考虑到儿子拉稀，不敢给他服用。第二天，王梦英前来复诊，食父对他说，昨天没敢用药，请先生换一个妥当的方子吧。王医生回答，我这个方子最妥当，你认为石膏属寒药，所以不敢用，但是令郎的病除了此方子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妥当的方子了。如果你认为圆滑模棱两可的方子才算妥当，那么令郎的病就不妥当了。师父有所感悟，但儿子见药方以石膏为主，便说，我胸中觉得有一团冷气，喝水都必须是热的，这寒凉的石膏能喝吗？拒绝服药。师父向来敬仰王梦英的名声，所以过了一天又请来王医生告知原委。王医生说，这个病属于病邪在肺经，如果不用石膏等进行清肃，则病难以治愈。当病家决定以王梦英的方子投药时，却有人说，我见过我的一个亲戚服石膏后立即送命，令郎的病已有一个多月，腹泻不止，正气已亏，已谨慎用药。石父听了以后更加惶惑不安，于是第二天邀请了几位名家一同会诊。王梦英来时，其他人都到齐了。王梦英见石父心烦意乱，非常怜悯，又担心大家一起商榷讨论误了病人，所以干脆毫不谦让，提笔就写，病拖延已久，医治无效，病家方寸已乱，我三次投白虎而不用，大凡有其病便有其药，诸君今天不必各抒己见。古人云，耳聋治肺，肺一热于大肠，则为肠涕，这都是白虎汤专治的，放胆服药吧。在场的医生大都表示赞同。石父见此情景，便以王梦英的方子投药，一剂下去，病情就开始好转，三剂后各症状皆除，再调理多日，病人痊愈。这个热病寒治，寒病热治，上病下治，下病上治，啊，这个清热解毒，啊，这个活血化瘀，啊，等等这些治疗原则，在内经时期都具备了。调整阴阳，恢复阴阳的平衡，是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惯常的做法是，对阴阳偏盛采用损其有余的方法，对阴阳偏衰采取补其不足的方法。汤孝廉44岁，形体魁梧，在家孝顺父母，在外与人和睦相处，与齐炳慧医生是莫逆之交。汤孝廉向来勤奋好学，每日读书到4更才休息。一日忽然胸闷多痰，食指麻木，只要稍稍疲劳一些便出现眩晕现象。汤孝廉略懂得一些医理医术，便自己给自己调理。一天与齐医生相遇，告诉他说，我这个病已经有半年了，服用理气清痰的药不少，
但病却渐渐加剧。我记得医书上说，痰由于火而动，所以降火为先，火因为气而逆，所以顺气为关键。余弟我依照此法调理，为何没有疗效？齐医生回答，医书所论述的是治有余，而你所患的病恰恰是不足。你以治疗有余的药方去治疗不足，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是越治越坏了。《黄帝内经》有四句话，十六个字，可称为阴阳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反复诵念，品评其中的奥妙，你会觉得趣味无穷。这十六个字是：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也有一段十分有趣精妙的论述：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之笔，以表之理，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这是一段极富操作性的辩证思维，说的是善于针灸的医生，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这不仅仅是用针的方法论，用药也是一样。在采访费开阳教授时，我们得知费老有一个绝招，反治法。对便秘用泻药，大家习以为常，但对便秘不用泻药，反而用止泻药，恐怕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事了。我们听听费老是怎么说的。不用泻，用那个皮大的哦来冲大的，这个病人的反应。对，这个就是您的境界高深了。你应该呢，冲大便嘛，用大黄啊，这个泻啊，用泻就好了。他里面虚没有劲儿，结果呢，是这个滋大便的呀，反而大便好了，因为脾虚啊，不能为胃引进精液。脾虚不能为胃引进精液以后呢，你用泻药以后呢，开始见效，后来不见效。而且越泻越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用止泻的药，用止泻健脾的药。止泻的哎，这个药应该止泻健脾的，反而对你来说反而冲大便。这就是《武汉内经》里面叫《太阴阳阴论》里面有篇文章呢，它叫脾虚不能为胃引进精液。这也是我们治中药大论里面说塞应塞用，通应通用，对佛经受制而先进受应，这是用这个反治法啊。它是原来是虚的，你用泻的药它反而不行，所以我用大量的止泻的药反而健脾的药，哎，它反而就好了。2600年以前，这里曾经是国国即北国的国都。据说《史记》所记载的扁鹊以阴阳术令国太子死而复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此外，也有学者考证扁鹊治国太子的地点在河北内丘县鹊山的太子岩，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而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传递出一个信息，不知阴阳者不足以为医。这个知阴阳是真正的知，而不是像国国大臣钟庶子那样肤浅的知。关于扁鹊治国太子的故事，我们仍以史记为蓝本，结合部分传说
做这样的叙述。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正值国太子病死已半日，大臣们束手无策，只能祈祷而已。扁鹊问一位对医术颇有心得的大臣钟庶子，太子到底是什么病？钟庶子说，太子病在血气与季节不对应，爆发于外，精神不能止住邪气，邪气积蓄在体内而不得外泄，这样阳气缓慢而阴气急迫，所以暴绝而死。扁鹊急切地问，他死了多长时间？对方回答，鸡鸣时分到现在。那有没有收尸？还没有，他死的时间不到半日。扁鹊说，请赶快通报一下，说渤海秦越人可以让太子死而复生。钟庶子惊讶了，先生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怎么可以说死而复生呢？我听说上古之时有神医渔夫，他可以割皮解肌，断脉济精，可以洗涤五脏六腑，你有这种本事吗？扁鹊仰天长叹，老兄，你的医学知识不过是井底之蛙，或是以管窥天。我们越人的医学，不用切脉、望色、听声、观形，就可以说出疾病所在，闻病之阳，便可论述其因。扁鹊说，如果你认为我说大话，那么请你进去看看太子，你一定会听见太子耳朵发出声音，看见他鼻孔张开，你再试探一下他的两腿内侧和阴部，一定还有体温。钟庶子听得目瞪口呆，赶忙进去向虢国君报告。虢国君听说后立即迎出来说，在下久闻先生的高义大善，却一直没有前去拜访。先生路过我小国，这是我举国上下君臣百姓的荣幸。今天先生到此，我的儿子有救了，否则他将从此长眠于沟壑，永远不会返回了。说完老泪纵横，悲不能止。扁鹊说，太子的病就是所谓的失觉，一种昏迷症，这是阳入阴中，阳脉下坠，阴脉上征，阴阳失去常规，气闭而不通，所以人的形态静止，看上去像死了，其实太子并没有死。说完，扁鹊开始对昏迷不醒的太子实施针灸，不一会儿太子苏醒，扁鹊又用药物熨烫太子的两肋，太子便坐了起来，扁鹊留下一些汤药便走了。国太子很快康复了，他感激扁鹊的救命之恩，决定追随恩公浪迹天涯。他日复一日顾虑艰辛地寻找扁鹊，苍天不负有心人，国太子终于重见救命恩人。铁定在慢点说这事的这地方，铁亭寺。相传国太子千里寻恩人，曾在这里的一棵银杏树下停留休息，后人为了纪念这个故事，便在这里建了庙宇，取名铁亭。原来
便去他叔叔他那个弟子那个郭太子，他就郭太子看好病以后，郭太子这个魏老师给他往那边去，这个太子骑着马就走到这儿一个，这马奔马的时候，他的马就是奔。就倒头，然后这个头啊，就倒入了泉水。所以现在这个泉水倒出的地方都叫马跑泉。啊，马跑泉。这都是马跑泉流过来水的，这有一个坑，它就不满。这马跑泉，这流不满。啊，所以这水啊流到这个。越叫流不满，越叫流不干。那么就说郭太子就他这流不干，这流不满。啊，郭太子就在这个地方倒下了。这个郭太子啊，因为走到这马这个马从人发的时候，他已经回心了。所以说，哎呀，我找遍去找不到，那怎么办？在这停留了一下，一停，后来一想，还要找，就是去在终究啊，到了去了才找到这里。他路过的时候先从这儿过，所以说这弄以后就叫铁亭，以后简直叫铁亭。等于是他在这边停了以后，再往前，对，这样找到那个找到边去。据顺德府志载，铁亭寺建于元代至大年间，又名梵云寺。明清时均修缮过。相传明宣德年间修缮时，刘伯温之子刘珂三次亲临监工。据记载，铁亭寺气势宏伟，如今面对这片废墟也能有所感受。这棵国太子曾停留旗下的古银杏树是河北省银杏之王，却于1997年倒塌。山门前是飞架两山之间的紫云桥，也是这一片废墟中最完好的部分。接近黄昏时分，从山口处掠来一阵寒风，在废墟中迟疑地盘旋着。夕阳残照，无声无语，铁亭寺废墟荒凉落寞。白云山、铁亭山也在辉煌的天穹之下沉寂。我们沉默。2600年前的故事还会继续保存在那残破瘦挺的身躯中吗？突然，你看它这已经开始发芽了。这棵千年古树的残根上，竟然已经长出了嫩枝，绽放出碧绿的新芽，它充满了生机。Thank you.